噶下面看到有人讲黑沙喵，有人讲黑沙虎。亚沙虎呢是强强成为曼特嘅哺乳类动物，分布在苗栗、台中还有南投亚沙嘅淹死，大概将存到5-600天。其中苗栗大概就有300多只，超过一半。对沙虎来讲是重要固肾的蔬菜。不过最近20年来，苗栗的体型开发超过为13天。故所对其他条神发的蔬菜更来更感社会，县政府为了爱保育沙虎，就特别委托专业团队头一摆针对苗栗地区的沙虎族群全面调查，还有针对可否发生将沙虎本菜展示的蔬菜来加上苗的上咸还有味蕾一条，同时还设立经过票试。今年从沙虎本菜展示的事件到一下都没发生。不过虽然说沙虎本菜展示的事件没先前安到的，不过民间实在谈到当多不满的声音。因为安尼呢，就因为有的民众对政府防范的限制太多的，其他条因为实在都麻烦。这个保护沙喵同苗栗人坐在接接看到生意莫露沙沙虎也就今年老土司。照苗栗人政府资料统计，因为沙喵露沙事件对108年有23天案度，到109年降到8天，不过120年又增加到15天。小体一只沙喵，沙喵就行凶彻底的要命，爱防柴珍惜沙喵的保育工作爱建筑。一直到今年5月的后代都没传出沙虎露沙事件，因政府农业处讲，廿多年来针对开会发现沙虎露沙事件的铁路，包含苗栗九线、宜兰南线同台十三线，分别加设了地下上陷、微妙调通路面、加安鸟车师傅栏、前铁围篱也就出事。今年1月的到5月的露沙事件总算加冷。那今年的那个露沙呢，从今年1月到现在也还没有，所以从108、109、110这样子，这3年这样子观察下来，那露沙的这个状况真的有改善很多。县政府先前要针对县内的沙喵，委托专业团队来做调查，来排县内沙喵有几多的，大概系土339到362只边呢。上演18乡镇市，像中南镇、泰安乡、南庄乡无沙虎的记录。除了因为北片各开发蔬菜，还有东片神奇以外，沙喵土苗栗其他地所都有。将来较严神奇的土地利用也开发，都天才考虑到沙虎保育的议题。因为这个是苗栗县第一次，就是利用这个系统性的这个捕查。那这个我们又是利用这个那个相机，红外线自动相机。那这个相机的话，就是拍摄植物是最精准的，所以这个是第一次的这个全面的捕查。那这个调查报告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现在在头一摆来拍沙喵有几多的？评估团队从业内疫情观察以下，规划了264个苗格来做。不过没有人争议，按样做敢有准。一开始第一年的2公里乘2公里的网格的自动相机资料，它只有一台相机，所以它整个的其实是让我们了解一个乡，去了解它的分布有无。我觉得并不能用这一台相机去代表这一个网格这个区域的多或是少。天天沙喵保育议题近来引起的关系，县政府为了防露沙采取的措施，要引起地方民众的不满。用苗栗西南线做例，有民众因为县政府为了保育沙喵，调施更大的限速，还有加设的骑行厕所，对地方交通影响重大。140线。按场哦，按饭，按货行的路哦，要征服哦，那个受限杀富的，难怪大人人无必要杀富的吗？啊，相信啦，有关单位啦，谈到大人这边特别必要的各特别欣赏啊，像个宗师。当然，我们是保护这个15的啦，那么这140线呢，都是高架桥，这个不是呢15的这个食物链呐，它应该来的地方啦。今天呢，他们没有求偶，没有食物链，他绝对不会来。好，这一点环保这个动保的应该要很清楚。没有一多关心沙喵保育的民众讲，县政府以下的防露沙措施是调试阻挡沙喵发现太露，做的采取行较有效的改善方式，无限爱这个来看。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些路沙的热点，其实都用围网把两边的路都围起来了，那就代表石虎它可能是因为没有办法经过，所以路沙也减少。但是呢，这并不一定真的有利于他们族群在移动或者是觅食，或者是跟其他族群互动的状况。那其实这个样子的状况，在国外大部分都是会有一个妥善的生态廊道，让石虎依然可以在这些区域之中移动。可是到时候就是先60的时候，那不要去先测速，那可不可以设置一般的测速照相机？那所有人愿不愿意遵守这样子的速限？机车农民的声音，如果经过他们的在这边使用的一个安全性，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完整的讨论跟对话。土木团体赴县政府相关保育单位，总的认证上没有路塞发生列港大业受害大业。交通的资料显示，被路塞的山庙单单都是四座的，做得讲都无亮色，看得出山庙出权结构有问题的。做得这个深入调查，同时因多年来山庙除了路塞以外，本也叫管建凹陷的问题，未应该来重视，怎么影响到山庙的保育？核心会有几多？苗栗报道。